年春运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广东外来人多。广东外来人多吗？我还以为我是长得比较就是是广东人喜欢的那种风格。我还以为是这个呢，就是是不是我长得比较像广东人喜欢的那种类型。直播看的人多，那 YY 也是广东的人多吗？ YY 我总觉得以前都是北方的主播呀，总觉得应该是北方的观众会比较多一点。绵绵的，哎呦，太恶心了！什么洛伊特宗？我觉得不同地方的人可能喜欢的女生的类型还是会有点不一样。你看我就是都是南方的男生喜欢的多一点，就是喜欢小一点。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你好。好吗？你是七七主播，我知道。对对，我知道你是王者主播。我们年度的时候有遇到过。然后，但那个时候好像遇到过一次，因为好久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记得那次你有没有出镜？没有。有啊，我一直都有出镜啊。那次有点久远了。对，他是吃鸡的，好像是端游的那种。对对对，端游的。我当时你知道吗？当时年度的时候我去看过，但是我看不明白，我不会那个，我会那个手游的。哇，你家大哥太牛逼了，好死亡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有。刚好我们在等一个人，五排差一个，然后他差几分钟完事，他就说斗一把，估计是要抽奖。谢谢谢谢我零零哥，我看你会唱歌，你会跳舞，好厉害，还会钢琴。啊，你还挺了解我的。我之前去的时候，刚好你好像在拉票，然后好像跳舞还是什么？对对，你拉票的时候唱歌、跳舞、弹琴都有，都播那种。对啊，身材可好。兄弟们，我们坐座位啊，虽然我们的这个票数只有一票，但是我们的票数但是我们的座位可以坐一坐啊，对面已经坐满了。但每个人出一毛吧，坐一坐了吧。咱们一人一半吗？如果你不介意我回歌的话，我是真回歌，我是你先吧，你票多。好，我打球，好的，你去吧。小朋友，我那个号都新要一了。